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你问翻当年嘅约瑟，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同佢倾偈，当然唔喺圣经里面睇嘅约瑟啦。你谂下，你去翻同呢个约瑟去讲，佢讲嘅神咧，同你不嬲认识嘅神一定唔同，系一定唔同，因为佢有佢自己喺过程当中神布置俾佢，俾佢认识神呢部分，呢、这个万分之一嘅呢部分，而呢一部分佢就要尽佢嘅责任认识晒佢，明啊？咁佢先至能够可以做到呢样嘢。但以你有但以你认识嘅神，但系问题，哦、啊，点解神唔俾佢全部？点俾全部啊？你有几长生命？你有几多际遇可以面对神嘅全能？你能够认识晒全部，有冇搞错啊？系咪？而家所以变咗好啫。问翻呢一节经文啊，就系、是、神嘅信心、啊，系咪？咁神嘅信心嘅话，你需唔需要经历用你嘅经历去经历一个属于你嘅神嘅移山信心？即系话我有我移山嘅信心，吓你。你哋资料员，你哋有你哋嘅移山信心，但你哋嘅移山信心系一定系神俾你独特嘅经验底下，你愿意成长嘅话，你会成长进入；我愿意成长嘅话，我会成长进入去。所以变咗我有我嘅信仰历程，你哋有你哋嘅信仰历程，但系嗰个系一个认识神嘅 knowledge， 认识神嘅一个过程，而呢个过程咧系神唔系编定喺圣经里边，佢系编定喺你哋嘅生命里边。因为点解？因为你哋嘅移山信心可能即系好似历史上好多人咁，佢到佢离世佢都未有过移山嘅信心，因为有啲人佢连一根嘅信心都冇，点移山系咪断亿吨嘅信心系咪？佢连一根信心都从来未有过，就话咁大上头要有移山嘅信心啊！但起码可能离世之前由佢一根嘅信心变成两根嘅信心离世咯。有啲人可能去到一百斤，有啲可能去到一吨，但系就算佢未去到移山嘅信心。但都有佢属于佢嘅成长，而事实上嗰个系属于佢配得佢嘅成长，因为嗰个人冇办法大上头噶啦，因为佢始终系属于呢个 A 君嘅信心，唔系呢度讲嘅神嘅信心，因为圣经讲嘅信心咧，二三嘅信心系神嘅信心嚟嘅，吓，即系你要有神嘅信心。原文我哋曾经分析过啦，吓，所以变咗我哋有我哋嘅信心，但系呢个信心几时会变成神嘅信心咧？就系、是、你成长到喺呢一方面似神咯。有神嘅经历咯，咁但系问题你记住，我哋好多时以为我哋嘅成长系我哋自己决定，同埋我哋自己去编排，但系错啦。你出世至到你死嗰日，神一早已经知道晒。如果你肯成长嘅话咧，系有你而家呢个成长过程嘅，包括神嘅信心嘅成长过程。但系呢个过程当中咧，系有你先至行得出嗰条路，你先行得到嘅路，又或者只有你先至行得咁快，或者只有你先行得咁慢啦，就是在个过程当中神有没有安排了呢？神有安排了一个属于你的过程。所以比如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即是大家如果听回忆栽种恩，你都会很详细的了解了很多，是不是？你会看到一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藉着文化密码，你会更加看到，哇，原来每个人他都有个指定道路，他一定要在那个指定道路当中，属于他的指定道路当中，他付出他的极限。呢条独特嘅道路，神就为佢开辟，等佢行到去某一个属于佢能够承担，佢属于佢能够成长嘅幅度，咁样咯，即系冇得呃嘅，因为每一个人嘅道路神都知，而每一个人嘅做到嘅程度神都知，而神都已经为嗰个人可以话开辟个属于佢嘅一个捷径，导致佢能够喺对神某方面嘅认识，就好似旧约里面唔同嘅人对于神嘅名字嘅启示。都唔同，而事实上按住启示讲，到我哋世界结束嘅时候，我哋每一个同神之间嘅关系，你究竟喺神嘅家里边系一个处置啊，定系神嘅家当中你系个器皿啦、啊，咁都有唔同嘅经历，而你可以经历到唔同神嘅名字嘅，系咪？咁所以变咗呢、这个就系讲紧就系、是、冇错，我哋每个人都有一样系同样系有一生，但系因为我哋自己嘅有限，所以神容许我哋去经历神。佢嘅无限嘅某一方面，指定嘅某一方面，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啫，冇人能够去干预到。但系既然系属于我哋自己，我哋就要揾出
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神所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尽量去成长，因为嗰个就系你能够最能够成长嘅幅度噶啦，已经吓，即系冇得贪心，即系你一生终结最多只能够去到十斤嘅话，你唔能够话我要十亿斤咁，你冇可能，嗰个真系已经系妄求。但如果你喺人生当中究竟你系结束嘅时候，你究竟去到 9.9 斤啦，定系九斤啦，定系真系可以去到你人生结束，神所命定咗你去到极限能去到十斤咧，咁呢个就系、是。睇我哋喺信仰当中嘅人生当中，有冇诚实嘅面对自己咯？吓、啊，咁当我哋愿意诚实面对自己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原来条路会带领我哋咧，去慢慢 observe 翻、观察翻咧，喺我哋自己人生过程当中，神所俾我哋嘅带领，喺我哋人生过程当中，我哋嘅天父同我哋嘅交流，吓、啊、喺个过程当中嘅带领里边，你理解神究竟你生命里面做咗啲乜嘢？咁呢一个先至系讲紧移山嘅信心第三步，就系 knowledge。这个 knowledge 记住不是只是圣经里面是属于你的，是单单属于你的 knowledge， 关于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而你的父在你身上的带领当中去理解这个天父究竟怎样使你出世，怎样使你成长，就好像每一个仔女想了解自己的爸爸，尤其是个爸爸如果是无微不至的话，那你更加值得在他对你的照顾当中去了解他更加多、啊，这个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整个信仰过程成长都是离不开就是我了解这个神，但不是藉着圣经的知识那么简单，藉着我成为你们的牧师，从我自己的身上和我自己面对的问题里面去理解我这个天父在我生命当中他的介入，而因为他这个介入我才了解更加多，不是从单单从圣经里面所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里是靠倚情与恶运事情，永在旁是与我方向显出意志，今我尽力尽意，但前情奉赤心真挚，愿重赞恶伤好出爱思，求能尽意了解主旨意，立志心转一行意，全留在世，我心越持壮坚持，直到这地要终结那日子。诚意献出烈火的心志，为成就美事，不管多少测试，只盼在世实践主的意志，承受光阴热心壮志未眠，面前如试验或有未知，坚决尽心尽意拓展天国，献上极致。